2006年，黄江洋创立莆田市邗江区江夏芦荟开发有限公司，自创品牌黄家汇。2010年，芦荟产品开始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他的芦荟梦开始绽放光彩。多年来，江夏芦荟开发有限公司的芦荟产品受到全国各地众多顾客的信赖和支持。黄家汇芦荟建有800多亩芦荟基地，全年露天有机种植，加之种植工人的细心养护，施有机肥，防治病害，使得芦荟长势喜人，品相上佳，胶质粘稠，更富含多糖成分。江夏芦荟开发有限公司以高品质库拉索芦荟为基础，进一步深加工，在食品、保健品、化妆品领域发挥更大的价值。20年专注于芦荟，目前已有2735家美容院成为黄家汇加盟商。莆田市邗江区江夏芦荟开发有限公司在2009年至2020年连续11年获评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2019年被评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20多年艰辛历程，公司创始人黄向阳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获得多项个人荣誉。立足当下，感谢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鼓励指导。